漂亮，很漂亮的月满圆顶，好漂亮的满圆顶。这个二级宝珠呢，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回原始去。这个豪哥的钓鱼呢，一定要把它放回原始去。不需要动火，不需要动火。原始级的哈，这个来源里啊，这个深山里面啊，有这种来源里啊，这扑到它的腿上了，这伤害不大啊，扑到它的腿上了，我们马上放回原始级，一定要，这个甚至是这个是二级宝贝，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回原始级，马上把它放回原始级，我们要遵循这个国家的法律法规啊，一定要放回原始级，很漂亮，很漂亮的鱼。来源底啊，好漂亮的来源底啊！这个二级宝珠啊，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回原始去啊！这个猴子的钓鱼呢，一定要把它放回原始去。走吧，好了，你把它放回去了啊！